好啦，咁呢条咧就要你 factorize x square 减 2xy 减35y square 啦，同埋要 factorize x 3次减 2x square y 减35xy square。咁做 part A 先。嗱，咁咧呢度佢 x square 减 2xy 减35y square 咧，其实你可以用计数机帮你做 factorize 嘅。嗱，x square 前面有个隐藏嘅 coefficient 系1，OK， 咁你可以用。 呢個計數機嘅型號嚟嘅呢個 ，OK， 用呢款嘅計數機啦 ，Casio FX50FH 系列啦，嗱，撳黃色嗰個就係 Formula 01，咁你見到咧有幾個掣你要撳嘅，第一啦就係呢個 x square 前面呢個數啦，就1，你就撳1輸入，跟住中間呢個 term 啦，-2xy 嘛，咁啊入-2得㗎啦，-2輸入，跟住最尾度冇 x 嘅，個數字係-35，咁你撳-35輸入。 咁做出嚟嗰個嘅數字咧有兩個，一個咧就係正7，另一個咧就係-5。嗱，你出到正7之後咧，你寫低佢啦，然後啦再撳多次輸入，出到第二個數字-5。好啦，咁你得到呢兩個數字7同埋-5之後，你點樣寫翻個答案咧？你個寫法就要係正負號咧調翻轉嘅，就變 x 減7乘 y 就係第一個括號。第二個咧就係 x 加5乘 y 第二個括號。 嗱，咁咧就係完成咗嗰個嘅 cross method 噶啦。OK， 呢個就係 cross method 裏面其中一個最簡單嘅形態。啊，留意啦，你用完計數機幫你去做個 factorize 之後咧，你就要做翻個驗算啦，就係乘翻開佢睇下等唔等於翻上面呢一個啦。通常 check 呢個啦 ，x 乘 x，OK x square 啦，一個 x square， 跟住-7y 乘正5 y， 咁啊將-35y square 啦，然後啦計 x y term 啊，5個 x y 減翻7個 x y， 咁啊-2個 x y， 咁呢個就啱噶啦。 OK， 呢個就係用計數機咧快速咁幫你去揾翻個 factor 出嚟咯，做翻個 cross method。咁到 part B 啦，part B 相對簡單啲嘅，因為咧你見到呢三個 term 咧，佢有 common factor x 啊嘛，咁咪抽 x 出嚟，補個括號，剩翻嘅就係 x square 減 2xy 減35y square 啦。嗱，呢個咧就即係 part A 做過嘅嘢嚟噶嘛。OK， 咁你 part A 呢個答案照抄落嚟咧，咁就叫做完噶啦。個答案就係 x。 乘 bracket x 減7 y 乘 bracket x 加5 y， 咁就叫做完㗎啦。